大家好，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直播前的准备事项。我们要准备的软体有三个，第一个是OBS 软体，第二个是浏览器。那我们今天以 Google 来做示范，第三个是 TCC 投影软体。那我们聚会前的要设定的有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是先设定投影软体、主题、主领、诗歌等，接着打开浏览器，进入直播控制台，点安排直播时间，输入标题，安排时间，然后还有，回到直播启用自动开始的功能，最后打开 OBS 软体，点开始串流。那我们就开始试。我们打开TJC 投影软体。那呢？假设呢，我们主题、诗歌跟主领这边我们都设定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Google。然后进到YouTube 的页面，现在点击左上角这边有一个类似摄影的符号，然后接下来点进行直播，然后会跳到这个页面上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安排时间，那建立新直播，然后输入标题，我们这边就先输入今天的日期，然后这个主题，然后讲者，那这边记得要设为公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时间，例如说，好，我们设礼拜六的，好，早上9点半。好，接下来按这边按 Follow，然后建立直播。现在它会跑到这个页面，那我们点一下这边启用自动开始功能，按启用，然后呢回到 OBS，例如说假设现在是9点半，那回到 OBS 这边点开始串流，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到预览画面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